宇宙温度最高的行星。宇宙温度最高的行星是一颗叫做 Kelt-9b 的行星。Kelt-9b 是天鹅座中的一颗行星，距离地球650光年。它的主恒星体积是太阳的 3.5 倍，气温高达9897摄氏度，是太阳的两倍。由于 Kelt-9b 离其主恒星非常近，公转周期只有 1.5 天，因此星球上的气温也很高，气温高达4327摄氏度，是迄今为止最热的行星。 Kelt-9b 和木星一样，是一颗气态巨行星，体积比木星大3倍，但密度只有木星的一半。它公转时发着光，有条彗星似的尾巴，因为其实它一直在蒸发。气温如此之高的行星上不可能存在水，因此 Kelt-9b 上存在外星生物的可能性也很小。研究者称，在如此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，这颗行星总有一天会全部蒸发。